好，所以各位要留意这个 try on，try on 就是把东西 try 试了之后 on 放在身上的，就叫试穿。通常 try on 就是 you wear something for a very short time，你穿一件东西是 for a very short，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穿的，这个就叫试穿。好，那 try on 这个动词要留意哦，它呢后面呢，它的如果你加的是一个普通名词，像洋装这样子的普通名词，那它就可以放在两个位置。来看一下我的荧幕上，就可以放在这里哦。来，第一个色块灰色的地方。可以放这里啊，也可以放在后面。你也可以说 try on the dress，try dress on，try on the dress。它有两个位置能够放。可是呢，当你把这个 dress 放成变成代名词的时候，当它变成代名词的时候，它就只有中间这个位置能够放，变成 try it on。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？你看它这边就有 try them on。你看它不能 try on them。如果你用 try on them，你把代名词放在这里是错的哦，这个文法是错的，可以留意一下。像这种题目可不可以出？可以啊，可以出文法题，然后问你哪一个是对的，对不对？所以 try on them 错哦，要 try them on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代名词，这个东西是代名词，它就只能够放 try on 的中间。好，再来第十九。I downloaded，download 画起来，download，load 是我们杂志、职场，应该是我们的多义的单字哦。load 是装载，那 down 是向下，当你向下装载就是下载咯。downloaded，好，所以 I downloaded several kinds of apps。他说他下载了 several 这个字叫做好几个的，它是一个重要的单字，好几个的。好，所以他说呢，他下载了好几个 kind 种类 kind of app。好，考考你喽，app 的同义全名叫做 applications，这个字叫应用软体。好，所以他下载了好几个应用软体了。举例来说，例如会不会考？会啊，因为会有同学写成什么？会有人写成 such as，哇，为什么会写成 such as 啊？such as 可以用在这里吗？不行啊，记不记得？我说 such as 要用在什么地方？such as 也在中文也叫做例如哦。可是各位有没有发现，它的逗号在前面呢？如果是用 such as 的话，是逗号。你看它的逗号是在前方的。可是你看这边的例如，它的逗号。它逗号是在后面的，所以其实我就会用逗号来判断，这里是要用 for example 或 for instance。在我们这一课，它要你背这个字，例子叫 instance，那你还可以换成哪个字？可以换成上学期的这个单字，叫 example，example，这个也可以。好，所以各位帮自己留意一下哦。举例来说，有哪几个可以用？你可以用 for example，你可以 for instance，都可以。好，举例来说，留意逗号。它的后面是会有个逗号的，可是如果像这个，例如举例，例如像这个也是中文翻译成例如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它的这个地方，这里不会有逗号，逗号在这边。好，好，所以呢，for example, there were camera app and games app。举例来说，有什么应用软体可以下载？You can download the camera app，像是我们的那个相机的 app，对，现在很多滤镜。相机的程式很好玩的，还有 Game App，还有就是最好玩的，就是手机的游戏应用软体，然后游戏程式。你看它这边就翻成程式哈，好，应用程式、应用软体、应用程式。好，我们这边就按照它的文法去做，应用程式、应用软体。好，哇，又变回来这个应用程式。好，再来，我们看到20最后一个单字喽。Although 这个字是什么？从属连接词，还记得吗？从属连接词虽然，虽然呢，Putin ramen，哎，布丁，Putin ramen，拉面，ramen，Putin ramen，sounds strange，真的是听起来蛮奇怪的哦。这个 sound 老师要画起来，这个 sound 是连听起来，中文翻译成听起来。听起来是什么动词？无起动词，又叫连缀动词。每次看到它，我们就一定写连缀动词后面加上形容词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加一个形容词，叫做 strange，strange 叫做奇怪的这个字。好，strange 这个字叫奇异的、奇怪的。Although putting ramen sounds strange，虽然布丁拉面听起来很奇怪，I would love to 啊，我还是想要去试一试，试试看，给它 try 一下。我们都会常常说给他 try 一下，就是给他，你看 give it a try，给他试一下，给他一个机会，叫 give something a try，给他试一试，给他机会。好，这个片语记起来哦，give it a try，give something a try，so I would love to give it a try。